解说不太专业，声音有些猥琐，节操问题而调，祝你那销魂的一下。大家好，欢迎上游乐的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我弄了个那个就这个吧。可以可以。我弄了个那个 PS4 专用的键鼠来玩这个，应该相对来讲比手柄要好一些。出生地点就随机了，中间那个是日本探员是吧？应该是后面新出的。哎，难道今天网络不给了？好，来来来。哎呀，这个果然很灵活嘛，很灵活嘛。不是你们，哦，他是在用那个。哎呀呀呀！我的天！哎，不，这直接就炸死了，救不回来。好了，只能看队友了。哎呦，这些都是手柄玩家呀！我靠，那么屌！看他们吧。妈的，本来想上来骚一把的。哎，你看他手柄确实，他是先开火，然后一点一点再来拉这个来控制。哎呦，妈的，小伙子会玩的呀！啊，他找到就是。Hostiles approaching. Keep the hostage safe. 这！小伙子那么溜呢？哎呦我操！不敢相信，这是手柄党啊！这次撤出地点在这边啊！这妈的！一个贱人，不救队友，还是他觉得那个人抢了他风口。妈的，这个有点骚。哎，意外。哎，我不信，妈，再来一把。好，这次好好打。就现在我们打的是人机啊，不是人。哎呀，就这个了。看来我得离那个建筑远一点。里面有两个，等那两个爆了再说。IQ 都来了，还有大锤。
哎，什么鬼？这发生了什么吗？哎我操，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卡了很久才进来。这边这边这边，里头肯定有人。小心小心，哎呀，救他救他救他，先把那个炸了。又来了，来我来救你。哪里啊，妈的，好好，被我干了。其实这个手柄跟不这这个鼠标跟电脑上的鼠标并不是那么 一回事儿啊，但相对来讲稍微好。但是我试过这个，其实并不适于所有游戏。啊，他被恐怖分子炸死了，有炸弹。很多地方都有的呀，那我们只有去地下室找了，说明不在这里。我之前去玩战地一就觉得这个鼠标并不适用了，所以有些游戏其实还是在电脑上要好一些。但问题就是电脑上的话，其他玩家也是那个，就起不到你觉得我用比较去虐手柄的那种感觉。哎，你这我不敢开火。啊，我来接，我来接。I will fix this. Don't move. 他这样救了，就剩下还有半血。哎呦！但你看，在很多时候微调的时候，这个玩意儿的优势就出来了。哎，走走走走走！哎，你妈的！哎，不不不！爆！哎，你他妈爆呀！哎，我被什么卡住了？撤离区在那边，我在外围看一看。但是现在我一个人其实挺危险，并没有，但感觉其实还是不如 PC 上那么流畅啊，这是说真的。只是相对来讲呢，比手柄要好多了。你看他们这手柄打的很多时候很蛋疼的。
害老子当 MVP 了，因为我用的是鼠标。关键我打人很多时候我只用了一两枪，因为我瞄得准。好，那现在我们尝试去打一下人人匹配啊。这 PS4 上面这个是不是索尼？不，是不是育碧的那服务器？应该不是。哦，好像是我这个弄了那个 Uplay 账号啊，打排名战要20级以后啊，也可以避免那种小白进来干扰嘛。嗯，呀，他怎么就出去了？大哥不带这样。来，我们等着吧。去他妈的！我刚暂停了录制，一秒就好了。看来打人人匹配的比打人机的还多一点。我靠，但对面那边还没匹配起。擦，我刚暂停录制他就又好了。你妈的，我好黄呀，我感觉会被吊打，怎么办嘛。好，就这样，就这样。P90还是可以的。哎，这个时候还要再，哎，我再好了，我们这边还差一个。Secure the area, keep the bombs protected. 什么？你们这就找到了？这。刚才没弄掉啊。所以他们那些用手柄的更不容易打掉那个。这个是不是有瞄准？我操，你妈还带电！我操，两个炸弹呢！哎呦！来嘛，来嘛！我就在这了，我不会露头的。
已经没了。这个时候，那是那上头有人，那其实我看好这边就够了。打得很紧，他们那边不知道怎么已经好像被我们搞死一个了。你打。哎呦呦，楼上。那我就蹲这儿了。一定会过来的。啊！谁救我？我操，这也出事了！哎呦！我靠，好强啊！妈的，这好强啊！怎么做到的嘛？这么溜！妈的，这些是怎么练的嘛？那些我也没有，我只能弄这个。哦，进攻时候的这个武器又变了。哎，这个蛋疼。这个人人跟人机完全不一样。这个时间有限的，我的这个地图也不熟，这是个问题。The diffuser has been recovered. A bomb must be located and defused. 没找到呀。跟队友走吧，千万不要落单了。找到了吗？没什么人，啊，这就赢了！我靠，你们这么猛，我这吓得没敢干事儿。你们这些操作怎么做到的吗？
我就没懂了。Secure the area. Keep the bombs protected. 放护甲。刚才谁？哦，开了个洞。好，不是，不是，这妈的！这边总不会来人吧？让我他妈就怂在这儿了，来干我嘛！哎呦，那老子好慌，就在我隔壁啊！我操，我一个人看这个房间，外面那个是什么鬼？他为什么跑那么远？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收好，收好，收好！他们那边就三个人，什么鬼嘛？哎呦，哎呦，咱们的人那么厉害呢？妈，他们就一个了，那还虚个篮子干？我靠！你敢相信吗？我这就躺赢了，牛逼！躺赢这个太溜了呀，我觉得这个我这个剑术我试过手感最好的还是使命召唤。泰坦二没试过，我改天试一下。如果能行的话，我去多打一点那些的一些网络对战。这个，关键不知道他们那些进攻路线并没有太多的打过这些模式，
那打教学关卡那个不能跟这个相比。我要把它贴在墙上。我神他妈就被发现了。Down to 5 seconds. One fortifications down. Four has located a bomb. Get ready for hostile action. Device. 就在这儿应该可以了。妈的，有两个炸弹！我操！你丢的什么上去啊？摄像头吗？谁被打？他们死了一个。我操！他们是弱鸡吗？再调一下这个速度，再快一点。来了来了，等他进来，有种你进来呀！他肯定会进来的，而且他应该看不到我在地下丢的那个。你进来呀，专门贴在墙角就是为了让你看不见。他们现在就两个人了，应该也会很谨慎。我们这里一直没给他任何反应，他会不会误以为这里没有设防。难道他是 IQ， 他看到那后面有炸弹了吗？我去妈的，还有电，好牛逼。在那边吗？啊？哎呦，厉害了！ One up, four remaining. 还有一个呀？嗯？Friendly, last operator standing. 你妈！你很牛逼，这样可以了吧？我坚决不出去。15 seconds.
我就不信你不来。Time expires in 10 seconds. 5 seconds to go. 庆祝一下。You've reached the time limit. 哎，你来干我呀！哎，歪了一下。档还是不能播那么快啊。We need to locate a bomb.我看来炸弹应该跟教学任务里面那个位置是一样的，我操！但我们这出生点不一样。地图并不是很熟。Ten seconds to go。但肯定还在那两地方，这是变不了的。5 seconds before insertion. The diffuser is now secured. A bomb must be located and defused.反正我肯定要上楼顶。这地图，我打教学任务还稍微打过一点。有没有人吗？没看到。再看这个。You have located a bomb. 他们好猛啊！他们。他们反而不知道我在楼顶。哎呀，算了算了。Diffuser is active, protected at all costs. 妈的，吓死我了！ Top four last stop standing. You located a bomb.妈的，对面已经被干的都快没人了，但我还是不敢下去啊。那个人直接被干了。哦，用的这个。就想用这个，等着你们来。哎，水喝多了，好想尿尿啊！你们这个什么时候打完？呀！神他妈，我就已经被发现了。10 seconds remaining.
Destroying fragment. 5 seconds left. 还不让我看外头。哎呦！我就看了，咋了？没人嘛。妈的，小心一点。妈的！我用的可是喷。小心，你看前面，我看这边。Op four, last operator standing. 那边没人了，兄弟。他给我打了一针什么？哼，被炸死了。可以。我要跟他对枪了，我尽量躲远一点，好，躲在这个后面。我操，你不要出去啊！里面的人出去就会死，他这是为了限制这个，否则很多人会出来各种搞事情。它规则就这么定的。好了，我现在赶紧上厕所去。好好，回来了，回来。6000多声望了，这后面可以解锁人物用的，都是有用的，不是白打的。哎。怎么还有个就匹配不到吗？好好好好，终于匹配到了。妈的，又是这地图，哎，这是哪地图？反正我懂了，就用喷子。喷子牛逼，就这个没错。就用这个。刚才那个是步枪式的喷子，但是我没用过。靠，对面那个人一直没进来，这没进大家都只有等着，因为这是个公平的游戏啊，你不可能说先进去先打，那我操，那得了。
哎呀，玉璧的服务器。Protect the bombs。来来来来来来。Take some trauma plate。我觉得吧，把这里加固一下。你这是什么？护甲？啊，护甲。Op 4 has located a bomb. Plan your defenses accordingly. 他妈的！你那小东西呢？ 10 seconds. 5 seconds and counting. 哎，这后面我好害怕呀！ Op 4 has located a bomb. Be ready for hostile action.哎！这么强？这他妈是在乱穿穿死的吧？妈的，真的太尊敬了。你出来呀，你妈的，这个游戏套路跟一般的 FPS 不一样的。而且关键对这个地图，我这被他杀得好轻松。无气弹，他妈猛！可以，小姐姐会玩的。毒气手雷好厉害啊！对面也只有一个，对面的小车来了。哎，那你枪呢？这出了什么 bug？ 呀 ！All friendlies were eliminated. Mission failure. 玩的有点好啊。哎，我不服。我就要这个。里面很狭小，其实这个他们布防的空间。这就有机会试试了。哎呀，对地形不熟，怎么找？啊，队友都找到了，可以。
哎，跑得很快的，你抓不住我。妈的，这像是贫民窟啊！一开始都没人靠近建筑啊！妈的，有套路。他们主要应该都在那边，我偷偷从这边过来。这里应该没人，因为这个房间没什么意义。就在我隔壁了啊！哎呀！这是啥？哦，这样把我干掉了。我操，喷子威力好大呀！没注意到后面有人。妈的，我感觉这边要输了。还用了枪盾。为什么他们有人说枪盾是个捡智力的道具啊？咱先要确保这个房间安全。啊，他自己先躺。哎呀，但是被打了，妈的不安全啊！哎，那边，刚都看到了。他这个调整很快啊，他是怎么瞄准的呀？他用的到底是手柄还是鼠标啊？难道在这上面有非常靠谱的鼠标吗？哎呦，我靠，这枪法也不靠谱啊！大哥，你这太不靠谱了！啊，我相信了，你是手柄玩家。哎呦，打到一枪，打到枪！哎呀，这还被弄死了！哦，对面拿着喷子。完了，我觉得咱们这边要妥妥的跪了。哎，这尼玛怎么办？我还是就要这个喷子，还是好用。
你妈的，老子现在好烦。加固墙壁啊。Location has been compromised.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and counting. One done. Bomb located by op. 刚才为什么鼠标强行转了一下？我操，这个我好害怕。这个专门乱扫啊，对面是很有套路的，看来。妈的，远处靠你了啊！哎呦，厉害厉害！哎呦，厉害厉害厉害！我好害怕。你妈的！操！好刚啊！人都看不见就死了，算了，我还是先去练人机算了。好牛逼！不，他们之间配合很强啊，人都看不到就把你弄死了。啊，走走走，我还是去安心打人机。妈，他说什么？说，你戏份过多少钱就听你的。嗯哼。我为什么觉得他既不是英语，又不是中文呢？他说的什么东西啊？他没有强调，他整个剧一直强调。太多，对。哦，原来说的是中文。不管是人名还是，他不是人名吗？啊，是人名吗？看一下。哎呀，卖不好的不要这样搞啊，很烦、啊。就这个，我碰到那个轴了。
啥意思。我操！呀！哎你妈的！哎呀，育碧的土豆服务器。哎，你看下面那个 Dark 那个什么，他也掉线了，说明刚才那几个可能都掉了。就这个了。妈的，这个能骑就好了。算了，尽量不要自己走了，等会儿遇到那个，哎呦！你看吧，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快点安炸弹呀，不是就装那个拆弹器啊。装了。我是一听那个声音啊，好可怕啊。好像已经被弄死了。哎呀，有没有人救我？好，先躲在后面。现在情况很紧急，队友也没多少时间救我。哎呦！5 seconds left until the bomb is defused. Bomb defused. Move to another bomb and defuse it.Bomb location with the diffuser. 妈的，好猛！死了一个，剩下几个也全是老弱病残。A bomb has been located.Move to its location and plant the diffuser. 别！那边有炸弹。
先把这个弹药补了。妈的！那边已经开干了，妈，他用的机器，那谁救一下？我必须帮他火力掩护，他才能救。好，救了，救了，救了。打死了没？好好好，赢了赢了。还是打人机简单。哎，他妈！这鱼币的服务器，嗯，怎么那么久搜不到人？我自己打一把独狼吧，最后打一把独狼。哎呦靠！什么鬼？哦，出来一下叫那个。哎，这服务器，哎，算了，鱼币服务器又崩了，彻底连不起了啊，那就这样吧。嗨啊，大家好啊，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啊。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优酷、爱奇艺、土豆。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另外微信公众号呢，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
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啊，对了，那最后的话，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大家一起来掉节操。然后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其实非常简单，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5@gmail.com就可以了。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啊，你的那个录像，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然后在这里啊，当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然后只要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就是如果喜欢的话，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订阅了之后呢，你会收到提示。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就会看到像下面啊，你看我们点一下，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搜索其实很不靠谱，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这个搜狐啊、优酷、爱奇艺、土豆啊，基本上都是这样。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接到这里吧，再见。